老四，别怕啊！阿成，好好照顾爹娘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你要敢对他们动一手指头，我就是变成鬼，也不会放过你们。 我说什么来着？他们什么都干出来吗？你给我滚！你个小兔崽子！国门司令，该吃饭了。有林参谋长的消息吗？还没有。爸。 叔叔，你不能再硬下去了，你再硬下去，爷爷奶奶跟四婶真没命。呸！李司令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哼！中国有句俗话，强扭的瓜不甜。我不想威胁李司令，至于跟皇军合作的事，还是你自己拿主意。 大概李司令还不知道吧？这里的皇军士兵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尝到女人的滋味了。李司令美丽的四夫人一来，他们就像饿狼看见猎物，眼珠子都红了。如果李司令不介意的话，我想让你的四夫人好好安慰他们一下。王八犊子！ 你的太太暂时由花子小姐陪伴。畜生啊！ 王八蛋呐！好，我命令暗杀行动，白天进行。天，银狐。 计划是要吐血本了。赶快走高山峰，明里的敌人好对付，暗中的敌人，那这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危险更大呀。我们总不能打了一辈子雁，这回让雁给啄了眼吧？银狐的情况我已经通知了六号情报员，让他尽快转到山峰。还有。
军统有可能对李万成再次进行暗杀。嗯，杀李万成，国民党那是一劳永逸。如果李万成确信投敌，暗杀虽不可取，不过那也不能说有什么错。问题是李万成现在还没有投敌，更可悲的是在中华民族处在这种危机时刻，还有一些人不惜做千古罪人，令李万成一事公报私仇，将这支抗日武装置于死地。他们现在还没有铸成事实，我们也不好指责。这支抗日武装能不能保住，就看他们的官副司令和参谋长林大飞了。方便同志，对军令部让纵队向临县方面转移，官副司令那边有什么行动没有？现在还没有采取行动，不过我们的四支队已经到达和顺镇，万一有情况可以对官部进行接应。嗯，关振宇按兵不动，这说明他对新 A 军已经有了警惕，以不变应万变。这家伙还不愧为是大将之才啊。哎，不过四纵队的行动一定要隐蔽，千万不能让他们觉得出我们有什么企图。另外李万成的工作一定要抓紧，我们一定想办法救出李万成，只有救出了李万成，保住太行抗日游击队，什么小鬼子 A 计划 B 计划那就是一堆废纸。对李万成，军统的人要杀，关振宇的人要救，这对我们都很不利。 A 计划刚刚开始，绝不能有任何失误。常务军，请你马上调佐佐木小队归我指挥，在龙生客栈配合宪兵队的行动。消除危险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李万成尽快回到部队，一个四姨太已经把他彻底击垮了。那么他既然要美人不要江山，那我们只要把四姨太攥在手里，我相信李万成会听话的。要李万成真心听我们的话，这需要一个过程。像这样的人要用利益牵住他。我们可以充分地利用中国人，推他一下，再拉他一把，事情就会水到渠成。叔叔，你就别再死心眼了，日本人不是好惹的。你真的不要爷爷奶奶，不要四婶了？王八犊子！哎，叔叔，你不要以为你跟游击司令有多大的官，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比你官大不大？啊，他手下的师长赵登禹比你官也小不了。卢沟桥一战，他们全见阎王爷了，不就得了个英雄的虚名吗？哼，英雄的虚名，英雄的虚名也比骂名好听。这名儿能当饭吃还能当遗传？这名儿能换回我爷爷奶奶的命吗？你真当我是傻瓜呀？你想想，日本人才几个兵啊，这么快就占领了大半个中国，中国抗战真那么容易啊？都在保存自己的实力。咱们现在跟日本人合作，先轰能耗点枪炮子弹，壮大咱们队伍。日本人要打赢了，中国那么大地盘他占得完吗？还不得靠咱们给盯着。到那时候日本人就是大爷，咱就是二爷啊。即便日本人败了，咱有枪有人，天下还不是咱们的。借日本人死于金，下咱一颗金蛋。司令肯定就在龙生客栈，
关键是小鬼子把他的家人也劫持到这儿，我们原来偷梁换柱的想法现在不能用。小鬼子真他妈的，要不要再调些人过来？不，来不及了，担心李司令有危险。你走。常务将军，前面听见。李司令很想念你的司夫人是吗？放心，他很好。现在我们该谈谈合作的事了。只是帝国特高科有关李司令的军统电令，当今局势复杂，除掉李万成，免其投敌后患，四为抗阴谋。这是你们的阴谋。那么这一份呢？军令部命令着关振宇晋升第一战区太行抗日游击纵队少将司令，林达飞晋升副司令，即刻率所部移驻临县，切切此令。这就是你们蒋总裁的手段。李司令，你可能忘了在西安跟着张学良、杨虎城怎样兵谏蒋总裁，但蒋总裁恐怕对此永生难以忘记。你现在已经不是司令，对我们毫无用处。不管你和皇军的合作是真心还是假意，在国民党那里都是死路一条。大日本皇军不会见死不救，李司令，为了我们也为了你自己，你必须尽快和大日本皇军合作。怎么合作？归顺你们？不是归顺，是协助皇军。大本营将对李司令的部队进行改编。改编？是的，改编后新的部队番号是黄旗第一军，李司令任军长，和大日本皇军合作的军长。你这是让我们中国人打中国人呢？你可以不打别人，但李司令不能保证别人不打你，对吗？而且远不止这些，三个军的总司令虚位以待，要知道这个职位是很多人都想得到的。大本营计划中还会有第四军、第五军，李司令将拥有30,000人或者300,000人。只要李司令愿意，大日本皇军将全力协助李司令完成对皇协军的扩编。张德范装枪一响，龙神客栈就行动。我担心会有纵队的人捣乱。纵队的人不会摸到龙神客栈，日本人失了调包机。不一定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林达飞。进来。这是北平四内将军给李司令的500,000合作经费，就存在安阳城里的朝鲜银行，你可以随时支取。这是大日本帝国安阳驻屯军军火库的提货单，轻机枪100挺，重机枪10挺，各种长短枪12,000支，子弹250,000发，山炮6门，炮弹270发，这些东西都可以。作为一个在战场上厮杀的军人，李司令难道不想拥有这些东西吗？这些东西可是比黄金还要贵重。只要和大日本皇军合作，这些都是你的了。李司令，可以好好想想。叔叔，下决心吧。
让我好好想想。开弓没有回头箭呐，这一步要是走出去了，那就是铁定的汉奸了。千古罪人呐。叔叔，你看日本人给我们开的枪炮弹子歪把子就一百挺，听起来都是很严重。你当兵几十年没见过那么多歪把子吧？啊，关键是日本人还出钱出枪让咱过边呢。为什么中国人都像你愿意当汉奸？哇，这些枪炮子弹别费劲了，那里没有人，你要找的人已经被转移了。你说什么？跟我来。胡辣汤，胡辣汤嘞，一分钱一碗。百花瓶喽，胡辣汤，胡辣汤嘞，喝碗胡辣汤吧，师傅。抓住！你不相信我？小月，对不起，我也没有办法。看着他，李大飞，你别去！夏凡姨，快，有人受伤了。李司令大难不死，不过是虚惊一场。医生，没什么大问题吧？不要紧，只是点皮肉伤，过不了几天就能恢复了。李医生的医术很高明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肖法医，送李医生回去吧。是，行。李司令还是下不了与皇军合作的决心是吗？实话告诉你，这几次对你的暗杀都是军统余英小组干的。蒋介石，怎么样，叔叔？这蒋介石不稀罕你吧？好吧，我决定跟你们合作，但是我有几个条件。李司令，请讲。首先，50万支票现在就给我。好。另外，我必须尽快的回到部队，而且是不能叫别人怀疑的回去。可以。还有，我的
副司令关振宇参谋长林达飞，他们是不会同意跟你合作的。他们的工作，你们做没有问题。那些枪炮子弹，等我的部队一过来，你们要立即配发。打日本皇军绝不食言。再就是，要把我的父母安安全全地送回老家，但是我的妻子必须跟我一起走。请放心，李司令，你的所有条件我们都可以答应，而且你很快就可以见到你的家人。李医生，啊，是我，你忘了吗？李司令的朋友。啊，是你，吓我一跳。李医生，实话跟您说吧，我是太阳抗日游击纵队的参谋长，我叫林达飞。我是想问你，你去客栈是不是为了李司令？他现在是死是活？李司令，你说的这个人是李飘叫他叔叔的那个人吗？对，就是他。他怎么样？啊，没事，一点皮肉伤。林参谋长，这里日军看得很紧，你还是快走吧。明白了。高总，进去。林大飞，就是因为你，我们的人死的死，伤的伤，现在我替他们报仇。开枪！那你开枪了？你别逼我！看来你是真的想杀我。但是我劝你别在这儿开枪，否则你跟小鬼子没办法交代。你少废话。林大飞，我恨你。别再插手这件事，行吗？林子峰，小梅，我坚信你还是从前的女性。万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老四啊，他们没对你咋着吧？啊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。这不是见到了吗？见到了吗？老四，来来来，快过来！这手是怎么了，万成？鬼子打的？小鬼子打的，我就不生这么大气了。那是谁打的？老四，你就别问了。疼吧？啊？不疼。有你在身边，再疼也不疼了。我呀，给你带点东西。
50万。好，哪来的？小鬼子给的。万成，想了小鬼子了。老四，你这话难听啊！小鬼子，我这叫随机应变。随机应变，你变得可真快，都变成汉奸了。老四，王八犊子才愿意当汉奸，我这也是没办法呀。你说小鬼子拉你的身子，还用爹娘的性命来威胁我？那天啊，他们在院子里，他们对你那样，我看了，我真想一头撞死。我不连累你，我就是去死，也不能看你当汉奸。哎，老四，老四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别来！老四啊，你这是要我的命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万成，你别怪我，你可不能走错路啊！是有人逼我走这一步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事儿就是蒋介石派人干的。不会吧，万成，咱可不能听小鬼子瞎挑唆，这里边兴许有误会啊。误会？杀人电报我都看了，还有什么误会啊？那就算是这样，你想过没有，小鬼子图你啥呀？当然是我手里的兵了。你手里的兵，万成，这部队不是你一个人的。你要是走了这一步，那振宇跟达飞他们会答应啊？啊，到时候有多少人会跟着你？你想过没有？难道你最后想落个众叛亲离的下场啊？老四啊，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。可是你替我想一想，就算我一死当了英雄，中国不过多死了一个，可是我要是活着，找机会出去，再大的小鬼子，可是我这个头啊，振宇、达飞，我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理解。所以老四，我还得求你多劝劝他们俩啊。万成，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心话？咱俩这么多年了，骗谁我还能骗你啊？现在我身边只是你一个人了。让李不被怀疑回到他的部队，我有一个绝妙的设想。引诱李的部下把李劫走，据银狐的情报，李万成的参谋长林达飞一直在想办法救走李万成，我们可以将计就计。有一个问题我们要考虑，那就是李万成想让我们帮他制服关振宇、林达飞，这太天真了。据我对关振宇的了解，关不会出卖自己的臣服，所以说李万成回部队对 A 计划的最大威胁就是关振宇。
我的意见，借此机会除掉关振宇，全力支持李万成。不，程不君，李万成只是皇军的奴才。司令将军说过，奴才听话用处不大。大日本帝国想征服国土比他大上百倍的中国，是老鼠和大象的游戏。 A 计划的根本就是要利用优秀的中国人治理中国人。关振宇和李万成，一个是骏马，一个是草驴，根本无法相比。实施 A 计划绝不能少了关振宇。报告，一个活着的刺客也没有抓到。知道了，站。振宇，达飞回来了，情况怎么样？李司令的家人被劫持到安阳，这对我们很不利。大哥的父母还有四嫂呢，你见到了吗？没见到。怎么样？参谋长，李成祥支援给咱们1万发子弹，还有警卫连护送的200担粮食，在临县被许大巴子全都给扣了。许大巴子还说，反正咱们要向临县转移，等到临县，他自然会还给咱们。振宇，我在安阳见到军统的人了，他们是必杀李司令的。军令部又一追再追，现在许大巴子又扣咱们军粮和弹药，这一切迹象表明，上面是下决心要动手。为了弟兄们的安全，我建议部队还是应该向张河南岸转移。军令部任命你我的电令，你有什么看法？于情于理，我们都不能接受。是。再见，老君。现在是众目所视，他不是刺客，没必要大惊小怪的。振宇，这又是个危险的信号。他们既然能对李司令下手，对你也……大飞，我现在没有危险，日本鬼子他不会杀我。他们要的是这支部队，许大巴了他更不敢杀我，他担不起这个祸气萧墙的责任。现在我们威胁来自于上面，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前头救出大哥。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救李司令？你怎么看？放过魏主。你我想到一起去了。好，我连夜赶回去。啊，大飞，我派一个团在安阳城附近接你。好。收到了一件要转交给你的东西。银狐有什么新的情况？我怀疑的没错，银狐的情报说萧雅和抗日纵队参谋长林达飞有接触。疑神疑鬼，前天经我告诉你，萧翻译官不会是什么危险分子。就算他不是军统的人，如果是共产党的，有的时候共产党的特工人员比国民党更可怕。电告梅花堂，迅速查清萧翻译的底细。哎，不管他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，我都要跟他玩一个请君入瓮的游戏。陈国军，以你对关振宇的了解，他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呢？你说呢？控制部队，想办法救走李万成。关振宇是个不屈的军人，也是一个难得的对手。就像下棋一样，对手越强，这棋下起来才有意思啊。
我给你满上。娘，你也喝点吧。万成啊，哎，这小鬼子给咱摆这席面儿，该不会是我们的杀头犯吧？爹，哪儿的话呀？怎么可能啊？啊，儿啊，哎，娘啊，早就看出来了。你当这司令啊，那是拿命换回来的。咱们，咱不干了，咱回家种地去啊！娘，你那二老啊，就别为我操心了。只要你们自己平平安安的、健健康康的，儿就放心了。万成，哎，爹。俗话说，知子莫若父啊！啊啊！我想问一个不该问的事儿。这你该不是图的小鬼子吧？咱可不能当汉奸呐、啊，让人家骂咱八辈祖宗啊！娘，我孩儿不孝啊！你听我说，自古忠孝不两全。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，我真是不得已啊！爹，放手！爹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我这是假投降。你这话是真心？你不知道，小鬼子要对你们二老下毒手，还要糟蹋老四。你说，我这是不得已啊，爹。嘿。皇军为大东亚共荣，对原太行抗日游击总队司令李万成多方劝谏，但李婉拒不接受，三日后处决。死了挺可惜。参谋长的消息吗？又派出了一个小组，应该今晚联系上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一定要尽快救出李司令，否则我们很有可能陷入更大的一个陷阱啊。你的意思是，现在安阳城里的小鬼子非常安静，这不是好事儿。你是担心李司令的安危？是啊，可不仅仅是李司令的安危。你是担心李司令变节？不许胡说！